你不行就局部的点也可以。是啊，我觉得这条路应该是问题不是太大。就是你转弯转角度转到了之后，顺着这个康邦走，等了多久再来？一秒是吧？稍微有一点点差，现在是，但还可以。虽然他认为自己之前是问在-1的位置是对的，然后角度是-10，其实相当于就是零，但他那样子角度会转的就有点不足。你永远都会有。角度转动的不足，对，或者太多，这没办法。嗯。是在-3, -2, -50度。有点歪，所以它是往下走，对。但就是说 ，distance control 它永远不会撞到墙。对。但如果它撞到墙了，我觉得它可能就是没什么问题。嗯。就之前有时候它撞墙，我就觉得很不可理解，是吧？即便就是越可能设的是200-300，反正不可能的。啊应该是往这里走。还可以。对，现在他就是去这个点了。嗯。现在是刚刚是在五负三是对的，然后是-10度，就是。零的那个感觉，然后他转了100度。对，但那就等一下比较危险。对，看运气啊，最好稍微朝右一点。OK。Oh, that's very good. 啊，这次就完美了。你先别说。哎，你得往后退一点。嗯。现在是认为自己在刚刚是在-4的，应该是可以。你得把箱子挪回来，因为他一会儿要，没事，他可能要往回走一点，也有可能不会，也可能直接走。对，看吧。再走一次吧。刚才以为在哪？刚
刚以为在负一二。No, 对的呀。负一二。角度是负170。负一百七嘛，就约等于负一百八，就朝那头是对的，是对的，对啊，刚才是对的，对，哈哈哈哈哈。Nice, sunshine outside, but air, we have air conditioned.They're running inside. That's very. Stop. Yeah, that's the best condition for sleep. Trying to think of why. So it works outside again, but the wooden block. Okay. Yeah, I think this is. Yeah, so we're like. 对，这是。这本来就是我设定的。为什么又转了？哎？当了。